哦，你们家里有孩子的，当我们用了这个还原水机器的时候呢，其实减轻了我们去诊疗所的一些负担呐，因为他们不舒服啊，喉咙不舒服，我们就都是用这个2.5来帮助他们啊。这些就是一些清理牙石的，有没有见证啊？你们清理牙石的2.5。有的，如果牙齿特别多呢，我们是需要用2.5去帮助刷我们的牙齿。那么呢，记得刷了牙齿过后呢，就要用回我们的11.5吧，啊，要保护我们的牙龈，然后再来哈。诶，其实，在马来西亚呢，也有蛮多的这个牙医在用还原水的。在这里有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看。有些是认识的啊，看到马克思在那边，那你看到他们都是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用我们的2.5跟11.5都非常的好用。然后你看，你在他们的诊疗所里面，你看到什么？就会看到我们的 Kanga machine，我们的还原水的机器在里面，棒不棒？真的棒！所以如果你本人有朋友是牙科，哎，你可以跟他做个介绍给他知道，其实他可以这样子去使用这个2.5跟11.5。来，诶，鼻子，鼻子，来，Rachel，我们要怎样去保护我们的鼻子呢？鼻子哦，是不是有鼻粉？清洁我们的鼻子很重要，因为鼻子是我们呼吸管道哈、哦。好的，来我们看看鼻子的清洁方式哈、哦。有一些人他们有鼻窦炎啊，是很辛苦，他们长期发炎哦。所以我们怎么用我们的这一个方案呢？就是用这一个洗鼻壶，我们一定要放一些清洗之后。哦，如果你需要消毒，你用2.5的水消毒之后，你放11.5这个强还原水，要放一些盐，在这个11.5海盐，哦，然一后，茶匙吗？一点点哈就好了嘛，对对，对不一对？茶，对。然后要均匀，可能那个水要掺一些温水，对不对？对。一点点温水，然后呢，要均匀之后呢，就像这位小女孩的图片这样，要斜一边。如果你放进，OK，像这个视频哦，你放在左边的鼻子，它从右边的鼻子流出来哦，肮脏的鼻涕呀，它会洗干净它。要注意呢，有些鼻子呢，它是有个控制的那个按钮啊，控制的水哦，这个嗯，用来在这挤的方里。式，有一种是要控制那个水的哈。如果你要半途的时候，你要停的时候呢，你就要控制那个水的流量哦，这样你才会不会被呛到了。这个要注意哦，这一点，这个呢做完这一边呢，我们再做另一边，用同样的方式，这样子的鼻子的这个见证呢，我也是有客户有这个很好的见证，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鼻鼾声很厉害啊，有这些鼻窦炎的，睡觉的时候。我那时的客户是夫妻要分房睡，他讲太严重了，影响他的睡眠。但是呢，他开始使用这个方案的时候呢，大大的改善这个问题。这个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所以他们很开心安装了这个机器。那个是在医保的客户，OK，来，头发，哎，头发跟头皮哈，头发跟头皮，我们就由Claudia 师傅 Claudi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的头发跟头皮改善很大。好的，来跟我们看看一下，接下来在这个头发跟头皮的水疗方案有哪一项呢？那我们知道这个适合我们头发的 pH 值哦，是在5到6的这个微酸性水。那我们一般呢，就是以前呢，我常常有面临这个脱发的问题。那所以，在洗完头发之后，都会习惯性的用这个 beauty water，就是我们的美容水来冲洗。冲洗之后，吹干之后呢，我也会用那个 beauty water 来喷洒一些，那个头发就会保持很健康、很亮，而且染发呢，那个也会保护那个发尾，非常好哦。那如果有脱发的人哦，也可以就是。
喷在那个头皮那一边，头皮那一边哈，这里有没有什么照片是讲到那个头皮吗？这嗯，个有是护的，法吧？有，这是它这个护法是吧？护法，而且呢，它也有跟它也有建议哈。很多时候我们用的这个shampoo 就是沐我浴们叫什我么？们的那个那个洗发精，洗发精，对，我们洗发精就是这样子倒上去嘛。其实呢，它不建议的，它是对。建议呢，你拿一点水，然后跟水呢融混合，合，然后再把它放上再放到头擦发在你上，的头发上，然后再来洗你的头。他会建议这样子做，因为他对，说，如果你直接把那个 shampoo 呢倒进你的洗头发皮哈，乳，对，洗对，发乳会造成我们的头皮不是很健康，而且呢会过于油腻。对，所以阻塞我嗯，们的那个头发的那个头皮的对，毛孔当嘛，它阻塞过后呢，就会脱发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他们都是，很多时候都是地中海对吧？这边是秃头，很多时候都是秃头。所以呢，他是建议我们不要这样子做。而且我有顾客呢，他是用11.5呢当这个 shampoo 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我一个客户呢，他是其实是那个这个湿疹一个女士，她有面对湿疹的问题，然后头发也是会有那个湿疹出来。然后他就开始接触到我的水，皮肤改善了。然后我教他怎么用11.5，就是代替沐浴露还有洗发乳。然后他2个月后，他告诉我说：“你相信吗？我从你从买了这个还原水机到现在，我没有用过那个沐浴露还有头发精。”他说：“头发乳我从来没有，我都是用11.5代替这个肥皂。”来清洗他的头发啊，然后用美容水啊来冲洗。他说很奇怪哦，我老公没有嫌我有味道哦，他讲我很干净哦。哈哈，他说很好哦，他说真的是很好哦，很干净啊。他说而且头皮也不会油油啊，真的很好。那这张照片呢，就是可以看到明显看到他的头皮的问题，红红看到吗？还有白白的，就是整堆的。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方案，就是说，你先用2.5的水呢，就是先就是先跟他，一般上我们先拿来跟他按摩吧，按摩你的头皮，冲洗一些2、3分钟，然后再用11.5也继续跟他按摩3分钟。为什么呢？这个2.5可以把你的头皮的一些细菌清理掉。然后在11.5呢，就把我们的头皮表面的那个油脂跟它清理掉，然后再用美容水冲洗，哦，这样子你对，长期这样子，你就会看到慢慢改善，非常的见效。对，还有吗？西部柏林的？而且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不能够用这个洗发水的，那对对洗对，发精是不能够用，会造成更是加严重。更加严这个重。是 Cordia 你的朋友来的，对对，这位先生呢，他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少来的。那他也是在疫情期间呢，接触到我们的水。那他说他们空少啊，每一天都要头发梳得美美的、站立的，其实是多么的痛苦，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头发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呼吸，而造成他长期就面对这个脱发的问题。那在疫情时间，他没有飞行嘛，那他就开始看到我们的上来也是跟你们一样，今天一样，就看到其他人的见证。他很勤力的，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照做，听话照做。结果你看下，在短短的21天，3个星期而已哦，都少个3个星期，对吧？20天，他就马上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善了。而且你看他这个人呢，非常细心，他把他的每一个步骤很详细的都写出来，第一个步骤到第四个步骤，这个是原原本本是他写出来的这个方案，对，就是他是跟着听了之后就跟着做了。对，哇，真的是很棒哦！而且他还一天能喝4个公升的水，九哎，点五，对，而且他的那个脸呢，皮肤也改善了哈。之前那看的年轻了，真的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水，那个脸都水当当了，对，非常的棒。他还加了3杯的11.5，一天他喝3杯的11.5，哇，这个哇，不错，很棒对，哦。还对对，有一他个也是，是，哇，这个也是谁呀？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客户，你看，对，短短的14天呢，多么的明显的改善，真的。
你看它也是同样的一个步骤，就是先用2.5按摩头皮1到2分钟，然后呢再用11.5按摩头皮3到4分钟，然后要喝足够的水。其实喝足够的水非常的重要。那对我呀。本身之前也是有面对脱发的问题。其实我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也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水疗方案啊，就是喝就对了。我看到那个洗护本练得这么漂亮，我就心想一定要喝，因为以前我是没有喝水的习惯的。为什么呢？我相信大家这里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口渴了再找水喝，对吧？那现在呢，有了还原水，我们很习惯性，就是不等口渴，我们都会定时的去喝水，去补充我们的身体的水分。那不知不觉中呢，我的头发的那个脱发问题也改善了。这么多年来，我其实已经进入了第八个年头，但是呢，我都没有再有脱发的问题，真的很棒，是全方位的，这对，个保健。那接下来呢是什么呢？我们的皮肤的一些皮肤的问题，嗯，好的。好的，来，就是在讲这样子的哇，皮这肤个的是问牛题皮哈、哦。癣吧？嗯，哇，你对，还原看。水能帮助到这些在皮肤有问题的一些朋友吗？来，看一看，嗯。这个疾病呢，不只是看年龄呢。你看那个牛皮癣多么严重的牛皮癣呢？不只是大人，而且小孩也感染上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忽略了。那看看一下这个皮肤的。那如果你去看我们的那个水疗方案的那一本书，它有很明确的告诉你怎样皮肤的什么情况之下要用怎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啊，这要本怎样一个书，处理方式？对，这本书。对，那他有讲到，如果是湿疹啊，要怎么处理？牛皮嗯，癣啊，要怎么处理？或者 baby 啊，他们如果是尿片啊，有那个湿疹啊，要怎么处理？对，疮都全部在等等这里了，呢，都会在里面呢。比如说这个是粉刺，看很到讽吗？刺，这个对粉刺的情况呢，就要用嗯。11.5呢，那要就是去除多余的那个油脂。这个11.5也是，我自己也是有经验，就是以前我的皮肤呢非常糟糕，而且呢那个 T zone，OK，很油很油的。我油到什么程度呢？今天我有时候我很喜欢讲，就是我没有机会要擦这个眼影，你懂吗？OK，因为我是油到是不是擦不上了，擦不到眼影了，这边擦这边就融了，是的这么情况，你懂吗？那现在我很开心，我可以擦那个眼影是整天的，不落妆啊，所以它已经可以平衡我的那个皮肤的这个 pH 值，哎，非常开心，这个真的，这个是真的。真的，我们用美容水呢，我们用还原水来清洗我们的脸，然后用美容水，我们的妆哦是12个小时，可以很耐的，真的很很耐，很耐容易的，上妆。我对。的朋友都跟我说，用了你们的美容水，我很容易上妆，而且上粉呢很自然，那个皮肤不会觉得好像厚厚的，不会，很自然的，对，嗯，是非常很棒的，真所的。以这本书呢，当每一个顾客还是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购买一台这个Kangen Machine，我们就要一定要教他如何的去对，使用。对。啊，我发现很多朋友都不会使用我们的不同 pH 值的水，很浪对，费哈、哦。一对，定要去学习，那就好像这是，个是，湿疹。因为这个 Sifu Blender 一开场就有说，我们的这个电解水的这个我们的医疗器材为什么跟其他的牌子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人都说，我家里也是一样的，其实就不一样，因为他家里就做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水疗方案，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哇，这个牛皮癣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很糟糕，这些都很是糟糕，紧的，对对，对，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真的很烦呢。每一嗯，这，天呢，每一天呢，就造成这个干扰，非常不舒服，对不对？那你看，它同样的也是用11.5啊，然后不要，千万不要用肥皂啊，不要用那些沐浴露呀。那个，因为那些沐浴露呢，它会造成你皮肤更干，会更痒，会更发炎啊。那用11.5、2.5呢？这样子，哎，这个就是宝宝的这个皮肤啊，有一些新，那些妈妈呀，不会怎么去帮宝宝清理，那就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我们讲的那个
diaper rash 对吗？嗯，对，那对，个尿疹，尿疹啊，尿疹嗯，尿没有疹，清理干净，对，对。我们的2.5还是我们的2点美容水也很不错，可以用来清对，洗。如果对，你用有美容皮水来癣，跟，哇，这个是非常严好，重的，严重到对，好像脱皮。嗯。也是在用还原水哈，跟它解决掉这个问题，但是要时间了，而不是因为这个已经超过很多年了，但是因为有时间，你看它是2012年到2015年，大概都是一个3年的时间，因为是太严重了这种问题，但是它太严重，幸亏他还对还原水有这一个坚持的那个信任，还继续的。就是用我们的2.5十一点会和这个美容水，而且他也喝蛮多水的，就是这个9.5跟11.5，是这有改个善案了。例呢，听说好嗯，像药物对，他对药物已经帮不到他了，对吧？啊，对对，已经所是以帮不到就了。对，嗯，你看他多么的高兴啊！多么你高兴，试想一下，我们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哈，真的你奇看迹。他就是在这样子的3年里面，他慢慢的。开始痊愈的，所以必须要有耐心。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嗯，朋友，可能一开始然后这样严重的，可能他还会反复、反反复复的，因为他的那个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长期已经是非常的弱了，那他需要长时间的这个饮用外敷，还有要喝大量的这个还原水呢，去慢慢的改善他的那嗯。个免疫系统，然后改善他的那个皮肤，那就可以看得到。看得到它那个效果，真的嗯非常棒。这些都是一些很严重的牛皮癣，这个也是漂嗯，亮，很美耶，改善到改善的非常的好，很好，就而短且短的60是天。60天，对，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西富庆应该是认识他了，哈哈，因为他是住在西富庆的同乡吧，应该是，哈哈哈。这些朋友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认识的，都是而认不识，是不认识的。很多时候呢，很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会跟你说哦，这些这样子的见证，但是他们不认识。但是这些呢，都是我们有人去认识他们有这样子的改善，才跟大家分享。对，都嗯，是我们的用户，对，你看我是们有非的，常多的这个牛皮癣的一些见证哈。证明它真的是帮助非常多有皮肤问题的，嗯，待会呢我们有西部 Jackson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哈，哎，在湿疹，啊，这个湿疹在很多国家也是一个问题吧，湿疹，我听说在香港也蛮严重的这个 eczema 湿疹，这个见证已经是蛮多年的，一个3岁的。孩子也是在2个星期到3个星期里面，他就开始好转了。这个实在是很棒的一些见证哈、哦。你看，也是一定要喝足够的水，那么就是喷洒2.5跟11.5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美容水啦，这个是，而且要用美容水来洗澡。这样子很多时候呢，因为要用大量的美容水啦，那么这些漂亮的姐姐呢，她们都会起妆 and spa，对不对？我们的那个 spa 对 system 对还对，方对，便我很们是多，有，是真的。啊，对，就因为我们觉得，哎呀，我们都要用好水吧，就一起用好水，就是用了这个 Anna Spa。诶，再来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些见证啊，一些小故事，就是这个小朋友呢，也是这个小朋友呢，学校是跟他说，你不要把孩子送来吧，因为你把孩子送来哈，没有孩子要跟他玩，而且呢。他的皮肤的那一些，会掉落在地上哈、哦，这个也是在沙巴的一个见证。那么呢，就是这样子，5个月里面，就是喷洒这个2.5，要每天的去喷，然后呢，也是要用11.5，它可以跟它消炎，一天大概3次到4次的时间，而且呢，还每一天要泡美容水。OK，然后还要喝新鲜的9.5，那么他的这个情况呢就开始大大的改善，从不能够去学校的可以去学校了，所以是帮助到很多朋友，帮助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当我们会使用我们的水，我们就帮助到身边的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小朋友。你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福气啊！他们家里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个这样子的福气哈、啊。还有这些很多皮肤的一些见证啊，也是牛皮癣。我觉得牛皮癣都是一些好像湿疹、牛皮癣呢、啊，都是免疫力系统下降。当我们的免疫力系统下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都会造成皮肤，因为皮肤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器官嘛，就显示出来。那么时候呢，已经告诉大家，嘿，你有问题了，要是想去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系统啊，你看这种湿疹，2个月的时间，重点要喝够水。如果你一天喝2杯水，帮得到你吗？帮不到的。帮不到，不够。啊，对，西服克罗地亚，我觉得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也是这个湿疹的一些见证哈、啊。对对对，也蛮多帮助其到实身蛮边，多的，就是不只是湿疹啊，就是刚才那个手啊，有好几嗯哼，个扣，他们都有说所谓的富贵手。哦，就是对他对对，们对接触自来水之后呢，他们的手常常就是会起这样子的一个一小粒的，对，好像类似湿疹这样子，会痒啊，头皮嗯。啊，反反复复啊。他们说我都不可以洗啊，都是要我的丈夫要做家务啊，我也不能动到那个水啊，这样子是。那我最长的客户哦，好像4年，他现在也完全好了。所以有一些人你不要心急，因为为什么你不知道他其实这个问题隐藏他的身体多久了？那我们可不是仙丹，对吧？对，那其实我们的是用水疗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说他还是可以继续吃很多东西，对吧？所以只是说他一路改善一路改善，但是我还是要鼓励他啊，你们真的是要鼓励他喝多。如果你身上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就不是只是喝爽浓啊，喝爽就是喝可能1、2公升喝爽的。那我们如果客户他们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皮肤的问题，需要改善那个免疫力系统的话，就必须要喝更多，就是3到4个公对，升，对，才能改善体质。嗯，哎，这个也是我的客户耶，这是男的跟女的也是，我们就在家里就做那个 party。那你知道我们女孩子一般都有上妆嘛？要不要做模特儿？没有人要做模特儿。我们说安哥，安哥，你要不要给我做模特儿呢？好啊，他讲好啊，然后就把那个压缩面膜放了一半脸，半张脸。你看那个之后的那半张脸，你很明显看到我只是放2.5，10分钟很明显的看到他的那个脸部已经提升，而且眼袋也消了一点。这个女士也是，你看到她的那个脸部也提升了。看他法令纹吗？也比较浅呢，淡化啦。OK，所以尤其是这个先生呢，这位先生他都觉得很好笑，他自己也觉得很奇妙，你懂吗？短短的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所以你看，我们的美容水不只是美容，OK，我们其实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可以改善你的那个皱纹啊、自然我们油脂啊，然后斑疮啊、粉刺啊。哦，还有变脸，你看嘛，多佳节的，改变你的水，改变你的脸，真的，这个并不是整形啊，这个是天然的，你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相信这里很多人也认识这个Dorcas 多佳节嘛，诶，哇哦，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我相信台湾的朋友你们应该很喜欢这个环保的这个我们环保的物品吧。就是有一个牌子，他们就是专门提倡这个环保的我们家用品。那其实你看到这个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从我们这一台电解水机拿来用了，而且环保又节省又健康。对，就好像刚才 Rachel 讲的，我们的2.5你不用担心哦，你可以喝一点下去哦，11.5也是可以喝少许哦，因为呢我们是没有药物的，就是天然的嘛。哦，所以你喝下去也不用怕，喝对有功效，喝错也不会死，没有副对，作用，没有副没作有副用，作而用。且呢，它真的可以环保。就好像这个，它有不一样的功能。
还有9.5啊，它可以做一些什嗯，么东西？我们大概都把它列下来，给大家拍个照，然后你们对可以对去跟朋友分享。因为对，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这一种这样子的清洁剂都嗯，带有非常高的一些化学药物，化学化药学物。药物，这样子呢，如果你要环保，节省一些，然后呢又可以有健康的，其实我们的 Tangle Water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看哦，它的5.5可以做些什么东哎，西？我只是刚刚看到这个5.5的这个吸后水，这个很嗯，有效哎，这个也是有客户跟我说，就是用那个5.5啊，就是我们的美容水喷了，剃须的嗯。时候很滑，而且很美，而且他们那个剃须之后那个毛孔啊，没那么粗大，嗯，有改善，对吧？虽然我们没有胡须，现在想到了，这图片很好用哎，很好用啊，很好用用来哎。剃脚毛吧，所以哈脚毛要哈，剃，可以剃脚毛啊，试一下。你们截图 OK，下来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就可以分享。嗯，对，对，因为对我，我发觉有一样东西，就是你们在烫衣服的时候。烫衣服的时候，你们是用什么水来喷在你们的那个？我用美容水耶，你用美容水哈？我用美容水耶，因为哦我也习惯性有。一瓶大的这个喷洒的美容水自己用，然后我就，OK，顺手我就拿来喷了，哦我用美容水了。，Rachel 呢？Rachel，你是用什么水？我是用9.5的水，因为呢，我之前做过实验，我们在疫情没期错，间在家哦，哈。拿不同 pH 的水做实验呢、啊。我先生有一件衬衣哦，是完全是很难去烫平的，但是用九嗯，点五的水可以。哦，是啊，九点五的我也水，是，我9.5可以跟九防点皱五，啊，对，防哦，皱烫衣啊，服很有效。那我要换一下，然后关于这个我们环保又可以省钱的哦，其实有一些我是想分享一下，你好啊，啊，吉布布雷，那你要放回刚才那一张哦，讲起那对，个收束水，嗯，是这样我吗？呢，自从我有这个机器哦，我真的完全我没有再买了，每一次。洗脸之后呢，我一定会喷洒这个美容水，然后让它自然应该干，这个然后我们才放。的，对，嗯，化五妆点水，五化妆水收束水，平衡我们皮肤的那个酸碱值，因为我之前皮肤也是很多问题的，粉刺啊、暗疮，然后很油腻，很难控制，所以水通点过我最了好，解这个水的功能，不同的水的功能啊，跟着它步骤来做，非常的见效。嗯，还有对，这个宠物的除臭剂。我们哎，的现在二有点五效，二点五很很有有效，效，对，对，然后讲到急救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有经验，止血这个吗？机器，对，我曾经被油喷到脸跟颈项，跟一次是跟那被那个水蒸气，很热的水蒸气烫到这个手板，它立刻起泡，这两种情况呢。要立刻用11.5的水去冲，直接从机里面开，给它冲，冲洗可能1-2分钟之后呢，用那个棉花吸那个敷十一点的，五的水要敷，要它很敷，快呢，止痛，因为被油烫到跟水热水烫到呢会很痛的，它这个十一点五的水呢，它会舒缓，然后不疼痛，然后不会起泡。他皮肤对完全的好，他还没有疤痕，很有效。是，这个是我们亲身的见对，我有，证，对。对，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你们真有的没有哦。试过用11.5哈来洗衣服呢？哎，我没有哎。有，当有雾剂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油性的雾剂，碰到衣服的时候，立刻用11.5，对。我有尝试过哦，我就是放1公升的11.5倒进去我的洗衣机，然后就是没有加其他的那一些洗衣粉呐，就直接洗衣服。它洗出来的衣服呢，当然它没有香精的味道，因为你要环保嘛，对不对？而且呢，它的衣服有比较柔软，你可以尝试。你们家里
有这个还原水机的哈，你去尝试一个1公升的一个 liter 的那个11.5，对，诶，OK，来，提问哦，吧，对，就是，开始的时候，日本的洗衣服的这个洗衣液吧。我们刚才不是说要叫媳妇 Jackson 来跟我们分享个皮肤的见证吗？媳妇 Jackson，哈，看到喂，他了，我在嗨，你，Hello。好，你好，大家你好，嗨，好，媳大妇家好，Jackson，我可以开始吗？还是我要找媳妇去来跟你分享一下你的一控些制这个照照片片，啊，等一下，来听到我了，讲话吗？听得到，哦听得到，来。，OK，我是 Jackson 啊，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本身呢其实是除了做还原水这个生意，我也有做燕窝的生意，所以这个故事是从燕窝，这个工厂那边发生的，照片不见了啊，风景吧。不要紧啊，我就讲这些，等下他再放吧。那么我记得在2020年，在疫情之前呢，我的印尼的版呢就有发个照片给我看，他发了这张照片给我看，我问他什么来的这个，他讲我们其中一个工人呐，就是我们在印尼的工厂是请那种工人是挑燕毛的工人，就是女佣啊女工。他们是住在我们的工厂另外一个省的，他的孩子的手有这个现象，那么我的 partner 就问我，我们的还原水可以不可以帮到他？我看到这个现象，我是完全其实没有什么信心啊，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见证，这个皮肤的见证这么严重的，我就告诉他，他有去看医生嘛？他讲他看不到了，看了2、3个星期看不到医生也不会好。那么再去看专科，可能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钱，因为他们是比较穷的人家。那么我讲这样子的话，你就叫工人回家吧，叫他拿点水回去，拿2.5给他喷这个手，震这个手，然后给他9.5去喝，因为他的家离我们的工厂坐巴士车应该要12个小时。那么他是绝对不方便拿太多的东西回去，就拿了2桶，一个5公升2.5，一个5公升是9.5的水回去。跟着过后，3天后，他就再拍照片给我的 partner 来看，给我 partner 的看，是不是你可以放那个照片吗？3天后的照片，应该是，还有照片吗？记不清。有，等一下，technical problem。OK。3天后的照片看的，其实我很惊讶，他的手居然那个皮肤那个脓那种好像脓样子的都干掉了，开始好像要换皮要脱皮这样子，还是等师傅去那个照片出来，你们才会。才对呀，明白对我要讲呀，什么，等那个照片出来。不然你们不了解我讲的形容是多么的 这个第一次照片，这第一次照片，这第一次的，第一次的，他开始发这些全部给我看，手手脚脚都有，你看有些这个3天后了，这个3天后的照片，看他皮肤开始干了，看到吗？干了，然后那些疤，你看这个是干了，干了，所以我看到我很惊讶，我也很开心啊，很开心。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帮得到他了这一次。我就问我的 partner，我的伙伴，这个人在哪里？现在他讲他还在乡下，水已经用完了。我讲水用完了，叫他快点回来拿过。因为他们每次来回都是要钱的，因为这种女工跟我们做工呢，他们就是每天多少钱就做多少钱的，也不高薪水的。我讲不要紧了，就给他点钱，叫他回来拿水去给这个孩子。继续去用，继续去用，那么他就回来，再拿水回去。那么再去之后，这个照片应该是有时间吧？这个是几个对，号？哎，差不多10天了，有没有？这个是2月15号是吗？18号是吗？18号，就是应该是8天后吧？这个8天后，我记得第一次是2月10号的，这个是10天后。这个就是几只啊？
这是十是天二后，月二十一号，你看，这是21号，对。啊，二月二十一号，他居然变成这样子了，只是短短的11天呢、啊，11天，你看那个水只是一个5个公升，杜伟发5个公升也能排废2次罢了，2次啊，他就这样子了，我看到这真的很安慰。那时候到了过了这个段时间之后，就好像我们失去了联络。因为那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了，我记得是疫情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也找不到这个你用这个功能，因为他可能他的电话卡已经没有重置，他已经不能够联络上了啊。那过了第一轮的疫情，开放的时候，我们有联络上已经是5月了，是吗？师傅去你看是不是有5月的照片呢？5月，这个5月。啊，对对对，5月12号，看吧，5月12号，啊，他是完全的是好的。啊，只是这张吗？没有别的一张了吗？熟的没有吗？啊，熟的这个是熟的，啊，这个是5月12号。你看，这是短短的，就是3个月吧，是吧？2月到5月，对。其实他很早就好了的，他告诉我们，他在2月尾已经完全是好完了的。啊，所以我也不是在讲，他的这个女工是跟我的班长讲，要多谢我，多谢我，我讲不用多谢我了，就多谢大家吧。哦，难得你又把这个。发给我是 partner 来看，他又发过给我看。我的 partner 是有用水机的，但是他就不会用这个 protocol，而我就教他这样子去用，真的是帮到他，我真的是很安慰了。老实说，当然我还是有 follow up 的，到今天我还有 follow up 这个 case，就是还有跟进。今年最接近好像今年的五月嘛，这个是吗？看一下，这是2021年的二一零月，二一年哦，2021年啊，最接近的有没有啊？是不是？我没有还。最接近没有，不要紧。其实的，我每一年的5月呢，我都会去跟他跟进，因为他5月好了，最后一次照片嘛。啊，从那个疫情过后，到了今年的5月，我还有他的照片的，就是我没有放上来，不好意思啊。我每一年都，我怕他有没有再倒回来这个病。他这个是湿疹哦，他不是湿疹，他是这个是 herpes 疱好疹的。啊，是疱疹，他是疱疹皮肤病。好，大概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师谢傅谢杰克，你，师傅杰森。Yes, 当时 thank you. 候他在好像去过医院吗？当时候这样子的时候，他去普通的 clinic 罢了，他没有去政府医院，他没有去政府医院，他们那种地方是很小的，政府医院要去很远的。哎呦，啊 啊，印尼你知道，印尼不是一个不是对，太发达的国家，尤他其应该很一个痛，区，嗯嗯，对呀、啊，你看痛不痛，对不对？嗯。好像也是有去那个巫医是吧？薄有膜，有有啊！他曾经找那些巫医，那种我们我薄膜吧，说，对吧？图医啦，图医不会是图医，他们叫他在那拿那个 scorpion 来烧来吃啊。其中一个 supplement，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拿那 scorpion 烧来吃。还有那种好像那种什么虫啊，八角是什么？常常很多红色很多角，那个叫什么？蜈那里蚣虫，就嗯啊，蜈蚣虫啊，嗯。蜈蜈蚣蚣虫，啊。对，蜈蚣虫，对对对，都是叫它以毒攻毒的方式啊，但是是哟，不能够成功了，都是还原水，帮助了他。然后我想，这个女孩子如果没有遇到还原水的话，她到底她的命运是怎样的？这个很难去预料哦，对不对？很难去预对料，对对，因为只有越哎，严重嘛。嗯，好好，我讲到这里，谢谢，谢谢媳妇杰森，谢谢媳妇 Jackson，Thank you，Thank 谢 you。谢杰森，对呀、啊。这其实你的感受是怎样呢？帮到这个小女孩。感受是怎样啊？可以说，还原水给我遇到这个 case 哦，我对还原水是完全的100%信任呐、啊，因为这样子都能够帮到一个人哦，何况是还有听到很多见证，因为这个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感触很大，还是我自己本身功能的小女儿哦，我这种帮到他这种感觉是太好了，太好了，太棒！没有想到谁都会帮到他啊，对不对？他都已经好对，像觉得很绝望了，不怎么搞了这个东西啊 啊，真的很棒，很棒！我非常感谢还原水，坦白说，嗯，哇哦！我跟你好，谢说谢。哈，我们的还原水哈，不是只是可以帮助人类，还可以帮助许多小动物的。我也是有想到一个，不懂大家也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见证哦，就是。
一只狗的，它的主人就是为了这只狗而买了一架 K 八的，记得吗？记得这个我故的事客的，来户给我个一。我一个客户也是这样子的，有记因得为没吗？有孩为了子。那只狗哦，他就买 K 八，因为他这只狗呢，就是他的好朋友。那么一天呢，他这只狗呢就生病了。这个是媳妇李庆的一个很惊讶的，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个朋友呢会为了这一只狗而买了这个 K 八。媳妇李庆，你要 share 一下嘛？可以啊，然后你有有照片照吗？片没有哦？OK，来，我 share 一 share 啊，给大家看一看哈。OK，讲哎到这呦，个，我就想起这个，等下哈，我去找那个 PowerPoint 出来。这个，哦，是这个吗？这个是他的 office 的一根草哈，要死了的，他救活了草，对呀，对呀。他救活了那个草过后呢，他就开始救这只狗。OK，那媳妇你先我给你 share 了，这只是狗哈，是啊，不要误会，很像这个酒是一肉，只狗。大概有15、6、7岁吧，因为那个品种哦，在这个15、6、7岁就是已经是要拜拜了。说如果他面对到这个问题哦，就是很严重，就会导致到他更快的拜拜。说我朋友的说过他的宝贝啊，所以他很担心。这个情况下其实是从一个小小个洞就开始发炎到现在，而且他是从小小个伤口开始去找医生的，他不是没有找，他是有找，而且那个狗呢不能接受那个 antibiotic，每一次他吃到那 antibiotic，他就呕吐，就整个月每一个礼拜他都要去看医生，因为一直要去换那个药，until 那个 doctor 已经 surrender 讲，我都要给你吃到完。但是都是这样子说，他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的药已经给他吃 try 到完了，说一个月里面已经变到僵。你看啊，那个药就是所谓的药，你看一个狗哦，就是好像人，好像你 baby 这样，吃了 antibiotic 要呕吐，然后从一个小小个伤口变成整个背后都是这样，而且又这样老的一个狗哦，imagine 你会很伤心的嘛？所以他就是，我就讲，OK，你 stop 用，马上 stop 用那些所谓的药物，从那一天晚上起，帮我用11.5跟那个2.5去把它这样子铺咯。他铺了 about 应该是10天里面，你们琳娜，你看，你们看，只是水哦，不是药二哦。点五跟11.5，对吗？对，还有这个狗也是喝11.5。哦，你看他们用的方案哦，跟人类是一样的，对对，你看水哈、啊，不是药啊，十十一点天五，二，compare 点五一个喝月，水，棒，高兴到我。开始痊你看愈现了，在和你看，真的很为了棒。这只狗，那个主人就马上买下 KA，喝太棒了了！再多一个月到2个月过后就是这样子咯。然后这边肯定是要时间的去生毛啦，放然心，后我们的11.5活帮助生毛很好的。然后再加上我的朋友 complain，因为说生毛太快，他每3个礼拜要去 trim，哇 所以棒。我们今天学习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在还原水这个路程里面超过10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很感人的。第一，我们不单帮助非常多的家庭改善他们的健康，什么健康？就是身体的健康那么呢，还有呢，就是他们财务的健康。我们接下来将做一些分享呢，就是还原水
如何的改善他们，不是健康罢了，而是他们整个家庭的这一个财务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分享呢，是很好的一个分享，也给大家一个信心。为什么我们要去跟朋友们分享这个还原水？因为还原水，当你按的时候，它不是只是还原水哈，它还有还原钱吗？要不要还原钱啊？还是你要不要那个 ATM machine 在你家？因为我们要有大爱，要跟他们对分对享。对，对，我们很的多时提候我款们，机。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啊，他需要健康。对，健康是 number one。经过疫情过后呢，我们的健康是 number one。但是你知道吗？经过疫情过后哦，健康 number one 呢，但是我们的钱包哦，没有钱了，也是很辛苦，对不对？更加的辛苦，对吗？而且外面呢有很多很多一些 self-employed 叫什么啊？你不方便吗？自雇人士，自雇人士，他们在打工，他们现在面临的也是面临挑战。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把这个生意模式介绍给他们呢？而且今天我们 Energy 公司不单只是跟大家分享。还原的 Kangen Water 就是所谓的医疗器材，但是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姜黄素，我们的姜黄素我们也给我们家里的毛小孩啊，不单只是我们想我们的毛小孩，我们也给他吃姜黄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觉姜黄素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还可以帮助我们的毛小孩。那么我们还有我们的 M-Guard，太棒了，我们的 M-Guard。我要保护我们，我们也是要保护我们的毛小孩，对不对？毛小孩也是很贵啊，我们的毛小孩，我们的 M，还有我们的 Kangen Air 出来的 Kangen Air，这些都是对症整个社会的要求。这样子，你还不快快去把这个生意的模式介绍给你的朋友，在家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一定是要改善的，就是看他们要改善他们的健康，改善他们的财务，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因为在这个平台，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就好像来自台湾的很多朋友，是我们有新朋友了，不是只是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新朋友，很高兴的认识他们。还有我们的两个漂亮的姐姐，有什么要补充一下吗？还有我们的媳妇，不好意思，你要先讲吗，老爹？呀，非常非常认同媳妇 Belinda 的说法，对，真的没有人嫌钱多吧，对不对？也没有人嫌赚多几万块，一年赚多几万块，也可以吧，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只是把这个很好的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把那个最好的这个生意模式，OK，就是我们的商机。我们的最好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商机，跟他们分享。哦，那我们其实觉得有时候对不起身边的人吧，对不对？自己就是已经受益了，所以其实我本身其实也是这样子开始的。那当时媳妇 Belinda 呢，她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她告诉我说，Cordia，其实这个水哦，也是一个生意来的。你知道吗？你做到一个阶级之后呢，你就可以享有这一个被动收入，对吧？OK，所以而且是赚美金哦。你要赚马币还是美金？我跟他想想，我说当然是美金啊，很好笑。然后就这样子开始了，就这样子开始了。其对，实我觉得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媳妇 Belinda 跟我分享这个商机，真的在这几年来。啊，赚了不少，哈哈哈，太棒 了！不只然后媳是，妇，对，不只是赚到对，健康，对对，健各康方改面善，各财务方上的面。改善，然太棒了。后刚才的那些水疗方案，讲真的，如果我们讲3天3夜讲不完，因为身边每一个客户，每一个这个生意伙伴，我们跟他招进来了之后，他身边后面的都是一大群的这一个见证。都帮了非常多的人，所以真的很开心，所以我可以
非常感受到刚才 Steve Jackson 的那种感受啊，非常开心，你懂吗？来，对，我们听一下 Steve 这个 Rachel。Rachel 来。好的，好的。其实，在我开始使用这个机器，就是2018年底哦，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很热爱这个还原水哦。所以当初呢，是分享很多是关于如何用水跟健康的见证。慢慢就像刚才所分享的，媳妇不要讲的，哎，这个是一个商机哦。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健康，就好像公司所说的真正的健康，就包括财富的健康哦。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真的很多事情都做不到哦。万万不能。对对，所以在这段期间呢，的确在还原水呢，给我一个信心，在未来，在过去以后的那个退休的生活，有一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每一样都很独特，都帮助到每一个人解决生活上很实际的一些问题，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哦，有了一份收入呢，可以提高我们的消费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每一个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梦想，可能为孩子的教育啊，可能储蓄一个退休金，但是呢，这个份事业呢，能够帮到别人又帮到自己，我觉得太完是美的，了，太完美了。我而且还们可以对，做到全世界去吧，是无的，国是界的。的去分享的，这是非常的棒。是的，对，太棒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在这个路上哦。谢谢媳好妇的，Rachel。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真的是要感谢，就是我两位漂亮的媳妇啊，媳妇 Rachel、媳妇 Claudia 也是我的好姐妹。然后再加上呢，我有媳妇李青今天跟我们分享那只小狗狗，然后还有呢，媳妇 Jackson 呢也很无私的跟我们分享，每一次呢他也是有上来跟我们分享。当然没有各位在这里呢，我们这一个 Zoom 网上的这个分享会呢也不会成功哈。来，是我的，们给我是们的，自己一个 high five，这个 high five 呢是一是个的，鼓呢，就是给自己的，因为你在这里呢一开始就做到现在要10点钟了哈。很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分享会呢就结束。那么到了尾声，我们好了，就对，我有一们个报会，告，有一个报告，对对，我们结束，但是我们有是报告的，哦。OK，西父亲好，来，一我分们有钟给我。很重要的东西要报告今天。我一分钟啊，啊，一分好钟，的，因为西父亲呢，他还忙着在做他的那一个 poster 是吗？海报，你海报做出来了吗？做出来的，等下我要做出谢谢。来了，这个星期星期日，这个星期六跟星期日呢，我们都有两场的这个分这个我们的 EEW，还有我们的 MGUT，就是我们那个电磁波仪器分享。如果你们是需要票的呢，你们可以联络你们的领袖，然后去索取你们的票来到来我们的这个这个8、6礼拜的这个研讨会，研讨会，那么我们的 MKW 就是华语的研讨会，就是会在就是会在这里。来，徐福庆，交给你了。好，好，那么11月9号呢，就是我们每3个月一次的这一个华严企业坊，OK，Mandarin Kangen Workshop MKW，看到吗？这个是我们第24次主办的。那么华严企业坊呢？是我们每3个月一次的。那谁可以来呢？是所有有兴趣想要看我们这个商机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啊。如果你是客人，你只是在用机器的，欢迎你来。如果你是正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也欢迎你邀请你身边的朋友来。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朋友在疫情之后反正都好像不是很多人。没有很多人都，我说大多数的人都不是一个行业了哈，都需要2、3种不同的收入的管道。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增加一个收入的管道，欢迎你带他们来。OK，那么这一次的 MKW 呢，会是在 Boulevard Hotel 的11月9号，星期六，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6点。票呢，请你找你的那些。你的领袖啊，他们你找你领袖跟他们购买这个票。那么这一次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有一班从台湾
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就是他们会拉队来参与这次的这个 MKW，是整个包了一个团是过来的。那么我们中国也有一些朋友也会过来，既然台湾的朋友会过来，中国的朋友会过来，那么我们是成为马来西亚的人呢、啊，更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了。OK，那么还有顺带一提的，就是每一次 MKW 我们都有五六七个，有时候不同的那些领袖来分享的，但是这一次呢比较特别呢，除了我们一路来的西部亲、西部 Alfred、西部Belinda、西部 Yvonne 这些领袖呢，这一次我们有幸邀请到 6835 西部 Gary Gunn，OK，、okay? 他是我们的螃蟹，他其实不是在 True House 的一份子，但是我邀请他的时候，他说非常荣幸可以为Energy 的这个大家庭出一份力了。那么在云南这个圈子里面，他是出名的一个激励师哈。这个朋友呢，是从18岁开始就没有读书了，然后就全是以在 entrepreneur 就是创业，然后就全是进入了这个日销传销行业，一直做到现在30多，差不多接近40岁了，所以他的经验是蛮丰富的。OK，在 Energy 里面也是一个很出名的讲师。那么这一次我们有幸是请到他来讲这一堂课。OK，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时间 block 起来，不要浪费。OK，很多东西我们听了是非常好，但是听了非常好，有帮助到其他的朋友吗？还是自己听了很好，就自己带回家？还有一家放在枕头下面呢。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要帮助其他朋友的话，你要把这些好消息把它传出去，让给更多的人知道。OK，所以还原企业坊 MKW24 11月9号星期六在 Boulevard Hotel 都欢迎你们带朋友来。OK，要早一点报名哦，票要早一点报名。OK，好，交回给你们朋友们。师父亲，谢谢，谢谢你，师父亲。好，谢谢师父亲。各位伙伴们，感谢你们的到来，我们要跟你们说晚安喽。晚安喽，谢谢师父，拜拜，记得晚安。拜拜。